哎，你小心点！哎，哎，还是个小帅哥啊！你站好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你，你干嘛？我叫秋秋，你呢？王林。 送我回家吧。那把安全带系上。我到了。哎，要不明天我请你吃饭吧？ 好啊，我走了，兄弟。 我带你不薄吧？不是，哥们手头有点紧，想找你借点钱。哎，这个月奖金，哎呀，知道了。你们这是？哦，那个，这位是我老板好。 你就放心去吧，店里呢还有兄弟们，您放心。什么？你要去跟那个女的过生日？哎，你脑子疯掉了吗？认识之后第一次过生日，我肯定得去啊。那个小妞什么生活档次？你要打肿脸充胖子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别说了。哎，借我2000块钱。 我再借你2000块钱，那就是在害你。那你借不借嘛？我借。这个专门为你挑选的，谢谢啊。